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健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款超弹性保暖刷毛休闲裤，白色裤子，蓝色的衣服，黄色的配件，整个呢就觉得非常的温暖，而且非常的阳光。我个人呢也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穿搭，就是比较酷一点，比较帅一点的。新色是空军蓝的颜色，我个人非常的喜欢。那我上半身呢会穿这种比较针织的帐衣，整体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温暖。那我现在穿的呢是杏色，那像我今天穿的呢就是比较休闲一点的，我内里会搭一个横条 T， 然后搭一个牛仔外套，整个就会看起来非常的好看哦。那我现在穿的呢是军绿色的裤子，上半身会搭这种今年非常流行的 MA1 外套，整个就会看起来非常的帅气。那它裤子的内里是有刷毛的设计，整个穿起来会非常的温暖，而且非常的舒服哦。跟蓝色百搭的颜色。可以搭一个简单的灰 T 就 OK 了。那我现在穿的是灰色的，那我上半身会搭配比较有质感的毛衣，这样穿起来会比较有型。那总共有四个尺寸，我是148公分，穿 L 号，穿起来呢也非常的弹性。